昨天跟阿祖吵架了，本想彼此冷静两天，没想到今天又在他面前丢人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我操，虎子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来干嘛来了？面试啊，来公司。面试？对。来我们公司啊？啊，这公司不是挺不错的吗？啊，行，那走吧。走走走走。嗯，我们这边看了你的简历，觉得你挺合适的。那最快什么时候能入职呢？现在。啊？不是。哪有当天面试当天入职的？要不你带他上那个公司转一转吧。啊，行，好，行吧，嗯，那我安排给你了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嗯。我操，兄弟，你现在整的容光焕发的啊！那你开玩笑，这不洒洒水了，这些都是都小意思，我跟你讲。的推卸，争取早日成为最终受害的那位。不是，你小子干嘛呢？干嘛呢你？这谁呀？老板。头吧。啊。好的地方。你独角兽啊你？你谈恋爱还是上班来了？一点点多。我太无语了，你赶紧行了，你赶紧回家吧啊！我上班去了。你说我给你分配，我给你分配。干嘛？就，刚来两天，我没地方住，不然住你家。住，我那住不了，我现在也是在别人家住。你他妈来这么久了，你没地方住啊？你先把自己管好吧啊！我上班去。别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要不那啥，就可怜可怜我呗。住不了一点啊？得住得住，我们不给你看了，我们住两天了。不是你这，啊，好了，谢谢啊！我去问一下，我去问一下。那个朱总。我发小来咱们公司面试，怎么？你想要给他开后门啊？哦，不是，他已经入职了，啊。有什么事快说，忙着呢。嗯，那个他想来咱们这边住一段时间，他没有地方住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发小他刚来这边没地方住，他想在咱们那住一段时间。你觉得你提出这种要求合适吗，小普？我知道不合适，这他不是没办法吗？就所以我让我问问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啊。